我老公，有啊，可是我听人家上说，你们老公还不一你们还定啊，上班，然后高中没有上班，然后在没有了，不一定的，那不个，一定哦。对对，我们有上班，我们都不是以前有上班，然后现在都休息。我老公在家里工作，在家里他，养鸡蛋那个，养鸡生蛋。小鸡蛋是，对对，然后你们蛋是，卖猪鸡为面的呀呢，你们那边好像现在比较发达了哈、哦，是吗？就是你们国家嗯，现在比较好哈、哦，比现较发在达。因为我朋友他们有去印尼玩，我看他的照片，我觉得好像进步很多嘞。印尼差很多，现在印尼很漂亮对，以前比较弱。对。像刚才在按摩，妹妹，跑了，妹妹，弟弟都没有出来。妹妹，妹妹，过来，妹妹，妹妹，弟弟在哪里？哎，弟弟。在楼上嘞，哦，这个，哦，他还跑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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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妹，你有看那边有一张他的照片？照片。那里，对对哦，有对对，有看到那个的，哇哇哇！对对对，弟弟在哪里？弟弟叫弟弟过来，好不好？弟弟在睡觉。叫妹妹，你可是要叫妹妹，妹妹，屁股给我，嘟嘟。哦，你看现在那个猫猫都丢了，你摸一下都那个毛毛都哎，会不会掉哈？嗯，我妈好哎呀，我奶奶在这里面给，我妈好，你是没有哥哥。要不很多呢。你们来这边就不能，不是还要回去？啥？里面呢？回去哪里呢？印尼看看家人。哦，3年一次哦，可是是他3年到了，现在我们都可以不用回去又可以了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。啊，你如果说我要请假回去看看小孩子，然后不你行吗？可以啊，那你看，3年到可以啊，哦，还不到3年，如果老板我开我们回去又可以这样。哦。看看那个老板哦，可不可以我们。哦，就是3年还没到，你们中间让你们有假日可以回去的，对。对。那也不错啊，要看老板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老板不好的话，对，如果老板不好的话，一定我们都到3年的才回，可以回去。不然都2年，然后我2年到了，我们都加1年嘛。哦，这样子。对，嗯，然后三年，那三你年。一定要跟小孩子试训了。嘿嘿，有。老板说，老板说，老板说，也可以，这么久啊嘛？嗯，那么久，对呀，那么久，不
兰多尔，他说一下。还没有卖表呢。哦，没有。对。坐高铁，那个。住那个小瀑布。嗯。对，很热啊、哦。嗯，热，有风一点比较亮，没有风，很热。看看那个大家看到很漂亮，房子大了。嗯，它的沙沙沙沙。是，幸运。幸运那个什么意思？幸运就找到好的主人。对，不然我不知道啊，那个我的是比较好。会怕哈、哦。我抓到固执一点。会怕哈、哦。不是、嗯，我以前在台南有六年，抓到固执的又很好。是啊。我在马来西亚十年有抓到固执的又很好。那你运气很好，不要找到那个运气不好，找到个不好的。老板，啊，不然老板不好的话，还要给你信心，你就完蛋。对对。哦，你们会怕哈、哦。嗯，对啊。我不然找到老板都大家他家人们都很好。对。亚伯。哎，我妈给我打那个那个。你在这边呢？嗨，的嘞，的嘞。一、二。